直播。全能的上帝，不要再捉弄我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求你帮我解开这个死结吧。貂皮，我，你表哥呢？我已经跟表哥说过了，不过我没有跟他提起你，你可以放心了吧。我现在非常担心，你表哥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他？你可不要乱说，我表哥一向把我当作是妹妹一样看待，怎么会爱上我呢？不是的，他真的很喜欢你，他跟我说过几百次了。你在说谎，你想要脱身对不对？哎呀，够了，我那天抱你是我一时冲动，是我的错，我昨天跟你解释得很清楚，我喜欢的人是阿敏，是阿敏，真正喜欢你的人是你表哥，你表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求你相信我。成功了，天下无敌，剑高三千。来呀，你过来呀，来呀，有种你就过来，你过来我打得你趴下，我马上就过来打你。哎呀，我又脚抽筋了，走不动了，我要是走得动，打死你这个王八蛋。哎呀，我的左脚也抽筋，走不动，要不然的话我打得你变成肉酱。你放马过来呀，你试试看呢，来呀。小弟没关系，我来帮你。不去谁呀？你来呀，你过来呀。过来又怎么样？你敢再向前半步，我就打扁你。你我不敢的。你想再烫头发？我得拖点时间，免得被电到。你的头已经够丑了，就像老子的漫画里面的流氓。你在哪儿剪的？尼尔森是吧？尼尔森，中环兰桂坊的尼尔森呢？啊，对，是他。一看就知道，剪得像粉肠。你以为你的头发好看呢？谁剪的？剪东 Roger 啊。Roger 你不认识吧？哦，我当然认识了。啊，我又不是没有钱，当然是找最好的了。看我这个发根剪得多有层次，我你少来了，头发都把眼睛遮住了，你不觉得辛苦啊？不看球啊？是啊，肯定。刚才说的太高兴，都忘了扁你。算你走运。下个回合我一定要打倒你。是你倒。我听懂不好。哇！超人！哇！